一行后天会去南唐镇视察，这几天他会接连巡视好几个重要的防区，这个时候是你们下手最好的机会。，好，站住！ 为什么要停车啊？这南唐镇你得过了，君たちも気をつけて。嗯。我们不去南唐镇了吗？考虑到我们巡视的时间太短，而且巡视的地方太多，所以临时决定我跟小野分头巡视。他去南唐镇。 我们去广延镇，开车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将全力配合皇军的行动。 没发现义兄，怎么只有小野？
英雄早晚也跑不了，快撤吧！等会儿鬼子肯定会来的，撤！好，撤！走走走！自小野死后，日本人加强了守备。同志们，东藤镇易守难攻啊！日军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他们的武器特别精良，92重机枪还有轻机枪掷弹筒一应俱全。特别是这几个位置。 待会儿看一下，易守难攻，而且一旦打起来，周围的日军会迅速增援，咱们很难做到守卫坚固。这就是我之前为什么一直反对攻打东塘的原因。但现在的形势有所不同了，杜凌云的部队会从西侧协助我们攻打伊雄，他们负责打鬼子的援兵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打掉他。铁工。 你的任务就是提前带领你的连队，在这个位置提前做好攻势，以备我们随时发起进攻。明白。大伙儿都谈谈各自的看法吧。都有，小心，立正，打起精神头，向右转。 阿武，走，快！大和君，准备はどうですか？大佐閣下，準備が揃いました。では始めましょう。はい。 一会儿日本人的车队过来，狠狠地打。是。 先打了，咱们进鬼子圈套了。就这样，国民党那边一个人也没来，是不是杜凌云和日本人一块框咱们的？不可能，凌云不是那种人。顾营那边一定出什么事儿了。老朋友，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我列示了一个反间计，你就这么不堪一击啊？向阁太君，那顾处长那边该怎么办？ 国民党再不来，咱们撑不住了！不要再等国民党了，他们来不了了。情况，鬼子最擅长的就是从左右一包抄，我们现在只有左侧，这个口子你一定给我守住。秦荣，你先后撤，缺口布个雷区。布雷区干嘛？一会儿后撤的时候有用啊！你们先去，我来争取时间，快！是。 通知高连长可以撤退了。是，同志们，就地撤退。三连，上了火力掩护，我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，赶紧撤退，撤！
我们的士兵死死要追他，我们的人为什么还没来？在来的路上，马上就到。太慢了，给我催！ 快！前面！快！铁锅，这里！快！怎么样？地雷都埋好了，走，快走！走车！ 急げ急げ！ 逃がさないで！ 早く！ 没事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改口了。东西送到了吗？啊，已经送到了。我们的人说，杜凌云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处长，我们为什么要救杜凌云？很简单，我让杜凌云欠我一条命，将来他肯定会还的。走，咱们赶紧撤。走。